哒哩哩呀，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哩啦，哒哩哩哩哩哩哩。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今晚我是老头 Old Man， 今天呢，我们要来真正的神话模组了，好不好？我们试过千百万遍，终于有办法把神兽给造出来了。啊，我们之前呢，试着各种办法，浑身解数。依旧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神兽给召唤出来。如今呢，老头呢，也不是我自己想办法弄到的啦，是那个作者官方释出了，召唤的那个召唤的材料，是官方释出了召唤的材料，我才有办法就是召唤这个神兽不然的话我真的也没办法了这个我们都要赞叹官方赞叹官方。感谢官方我们才会有这个材料可以把它召唤出来，好不好？这个材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这是什么？神话管理员嘟嘟霸王龙神话管理员嘟嘟霸王龙是神话管理员嘟嘟，我不知道不过它貌似好像是也是可以直接召唤出来的它可以直接召唤出来，也可以召唤成四圣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召唤会变什么样子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主动攻击我我先看一下好了。我来试一下哈。我先啊，我把你说留下来。我们先不要召唤我们这些平台的这个圣兽，我们先单只召唤看看好了，看会变什么样子。来，招了，要招了。What the hell？ 一招出来这边唱歌，那哒哒。有点吵说真的。哒哩哩呀，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哩哩哩啦，哒哩哩哩哩哩哩。啊！不要吵。消失了。消失了。原来它是会消失的。那我们应该知道它是会自动消失的，非常好。我本来要把它传走，说好吧，那就不用了。那我们现在呢？它会被传走的话，那就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在这附近盖一个神兽的封印平台，我们直接把它召唤出来吧。好，我们现在首先先来一下白虎的，好了。白虎的在这里嘛，那基本上都是要放一个就可以直接召唤了，对不对？还要开启，噔噔噔噔。噔噔！他开出来是吓人用的啦，他是直接做一个道具出来而已啊，吓鼠人是这个吧？是不是？不是啊，这个是那个啦，我刚刚多做了一个，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哇，我们的神兽白虎，要求我这个血居然是见底变红色，好大只哦 ！Oh my god， 这个很酷哦。这个我行，这个我可以。哇！哎呦，吓我一跳！完了，他好像不能骑乘，是不是？我卡住了。他不能骑乘，他到底能干嘛？这次不能骑乘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怎么办？咬他！跑超快的说：“你们回去，回去，回去，干什么东西？完了，我的队伍乱掉了，到时候要花时间整理了。Oh my god！我白虎嘞，靠腰嘞，阵型已乱。算了，到时候再想办法。”我白虎一去不复返啦、我白虎怎么不见了？他只出现一下子我白虎真的不见了，出来一下子就消失，那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凤凰是吧？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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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闭嘴，马上要你闭嘴。
来，我会看这个。又不见了，在哪里？蹲蹲蹲蹲蹲，在这里。喂嘿，哦，哇，超大只，传说中的火凤凰，好像都不能骑乘的样子。你看，每一次都不能骑乘哎。这些召唤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我实在是不是很了解。我真的不懂他这召唤出来干嘛的。来跟着我。喂啊，也没有他的安啊。哎，他到底要不要跟来？哎，这火凤凰怎么做感觉跟以前的凤凰不太一样啊？哎，他没办法过来哎。他是不是他是不是等一下又要消失啊？他是不是等一下又要消失啊？还蛮帅的，我觉得有模有样啊，但是就是卡条了，好吧？我觉得他等一下应该会消失。对啊，哎、欸，真的、欸，哎、欸，啊，到底是可以干嘛？啊，你就这样消失了，到底是可以干嘛？给你看爽的是吧？啊，这只是青龙，来，青龙。来吧，噔！抱歉，我只是要帮你，我只要拿来制作而已哈。啊，应该在这边。哇，我们这快要坏掉了。哇，青龙哥，不是啊，玄武啊，是玄武哦、啊。我靠，超大吃的。快吓死人了、哦！哎、欸，这个好恐怖哦！大大，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可以骑吗？什么显示一个叫返回什么东西啊？等一下，这个家伙，它是移动仓库，哪里搞的？哈哈，等一下，这家伙是仓库啊！真的假的？你在跟我开玩笑？也不是吧，我觉得等一下你就要消失了、欸，我来不及看你的尊容，你就要这样走了。干，真的？哎、欸，这样子也不是吧？我还没看清楚哎、欸，所以说待会所有的都要稍微看得非常的清楚才行。我们再来一次好了，好不好？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来一次。纯粹观赏用的、啊，天啊！好，啊，爸爸，你把我召唤出来干嘛？我要回家休息。不让你休息怎样？不想让你睡啊？不让你睡 ，you know？ 不让你睡啊！每个都成仙了，这样，喂，给你看一下。要死哦！哎，我这么大只乌龟啊，我死也甘愿。他明明上面就有鞍，但是他不给骑乘。你说这样子对吗？哎、欸，真的好帅哦！哎、欸，后面还有一只蛇。哦、啊，那个啦，玄武都会有蛇嘛。玄武跟蛇其实就是蛇的代表啦，所以后面有一只蛇其实是正常的。您说是不是，大大？啊，还会穿透，你看这蛇的嘴巴。哎、欸，就他还没消失，为什么还没消失？啊、他在冒烟了，他差不多了。阿贵，我会想你的，干不见了，哈哈哈，好笨儿啊！看完了这就消失了，我们还有两个要看呢、欸。啊，嘟嘟霸王龙的看一下好了。啊，上次这个那边搞了我超久的，什么献祭呀、啊，把嘟嘟霸王龙放里面献祭呀、啊，啊。鬼扯！来吧，抱歉，帮你关了。来，还是说那个 BGM 要持续打开才会有效果啊？啊，我随便讲的，我不知道。啊，这就是咱们的这一只啊，这一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称呼了。不过呢，感觉像破坏神神话啊，神话世界 Monster。大师 ARK 啊，方舟大师是你。我猜你等一下又要消失了。来，让我看看你最后的尊容。
好，就怕来不及看。我看了，要许我，还蛮暴力的啊。好了，再会了，我们缅怀你，我们心疼你啊，我们想念你。你哪时候消失啊？快点，我已经词穷了。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不好？可惜都没有什么战力啊，还不消失哎、欸？难道这人家说这只是永久的？还真的是啊！呀，愤怒！右键 ，C 键，哇！终极破坏时光！哇，可是那伤害好低哦，哈哈哈，还不能点，等级一，它还没显示血量，这只是无血量的呢。哇！原来是可以骑的、啊，太棒了，很帅哦，超级帅！哎，我卡住了，救命啊！救救我哦！哦，我掉下来了，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消失呢啊！只有四圣兽会消失。哎，那、啊、这鲨鱼干嘛？立竿是不是？还是他以为他自己他精神崩坏，他以为他是一根稻谷插秧是吧？睡觉好不好？嗯，乖，好，你就睡在水里吧，永远不要醒来了。好的，那我们剩下最后一座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座，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哇，这个水晶看起来，难道跟我想的是一样？果然是你，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了，为什么嘛？你知道吗？啊，因为它超大只的。来，我们赶快做哈，这个做完差不多了。来来来来 ，BGN 就省略了、啊、，BGN 省略了啊！我记得这只超级巨大的，要直接把它观看看完，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呢、欸。我是不是要来骑一只会飞的东西啊？我来看看，我记得我们拉根廷跑去哪里了啊？刚刚一个大乱哦，我拉根廷啊，在前面，我想要骑阿根廷，怎样？我就是任性啊，算了。太远了，对不起。这边就是你来了，噔噔噔！哇，趁现在快点看，不然就来不及了。不要动！啊，怎么没有 BGM？ 哎，靠背，我卡住了。我快啊！我要看你，让我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嘛。来来来来来，哇，下雨了！你看，哎、欸，它缩小了、欸，哎，没有没有，好像没有缩小、哦，跟原先的一样大只。这只我们很早以前就出现过，这只好像经过改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这只是神兽泰坦巨龙，哦，你看它上面还有这个，好酷哦，这是什么？光光圈之类的，哎、欸，你要消失了。不，不要消失，让我再多看你一眼。我想你。No， 好吧，消失就算了。呵呵。啊，我们那个神话模组里面呢，这个四圣兽呢，全部都展示完毕了啊、哦。其实今天就是内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示哈、啊，就让你们看一下四圣兽到底长什么样子。还以为他们可以拿来做伤害，结果原来没办法。好吧，那就没办法啦啊！那个很遗憾的，本来想要说看可以打多少滴血，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是负的啦。打到负的基本上是已经超标了，跟管理员帝王暴龙应该是差不多啦，好不好？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也到这里告一段落啦啊！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应该会直接就是异变的吧。啊，没有意外的话啦，如果有更新就是异变了啦。好、啊，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异变 DLC 再见了，拜拜。